大家好，我是咕咕妈。各位都习惯整理玩具吧，不会让妈妈帮你们整理吧？来，这次故事的主题是大家一起收拾整理。妈妈回来了，我好累啊。孩子们没吵架，玩得还好吧？呀，孩子们，妈妈买了你们喜欢吃的橘子，还有今天让你们尝尝妈妈的手艺。糟糟的怎么可以？书应该放进书架里，手指应该在纸筒里，不能光玩啊。我们瞌睡成乖吧。好了，该起来了。妈妈准备晚餐的时候，你们把玩具好好收拾收拾。好。那么今天要挑战新的料理。能不能快一点收拾？别浪炸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要跑，看着点儿。天哪，画的画放哪里都不怎么合适啊。前看幼儿书的时候，书上写教育孩子的时候不可以发火，要冷静一下，得一直对孩子们会自觉的去做。等等吧，孩子们，好好听妈妈说的话。妈妈现在开始要为宝贝们做晚餐了，而你们就收拾你们的玩具，把客厅收拾干净，知道了吗？我们孩子们可以做到的。妈妈怎么突然这样？妈妈变得好奇怪，跟平常不一样。平时的话早就发火了。那样更可怕。孩子们，出大事了！妈妈进房间了。现在不再唠叨了，好开心。妈妈生气了。瞌睡虫啊，起来啊，别睡了，起来！妈妈好像生气了。好吧。天哪！妈妈。怎么样啊？奇怪，什么也听不见。怎么办？好像生气了。怎么办？在哪里来着？上次明明放在那里了。那个料理太难了，要看料理书才能做。有了，是这个，这个。看看，好像是我们光玩没整理，所以生气了吧？可不要再都取笑的。孩子们，我们一起把客厅收拾干净。好办法，那妈妈就会出来的。
好，大家一起大扫除吧。哇，好，打扫整理吧。书放书架里，给这个。孩子们有没有在收拾玩具？哎呀，看着看着书困了。哎呀，都好了，闪闪发光啊！变干净了。妈妈，整理完毕了，快来看吧，赶紧拿出来看看吧。生气吗？孩子们，一起使劲打开门。往后，往后，镜子太往后了。错了，打不开。现在怎么办？兴趣啊。妈妈都生气了，兴趣和有趣去哪儿了？回来了。是橘子。有这个妈妈会出来的。妈妈最喜欢的橘子。不出来的话我们就自己吃了。全部都吃掉。橘子，好想吃，想吃。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我们的妈妈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生气过，我觉得是再也不会出来了。不可能，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们做饭？怎么会？等我们睡觉前也不给我们读连环画吗？怎么会？妈，别哭。是，给他唱歌的话会消气吧？什么？唱歌？是，唱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们小鸡总是微笑，气势汹汹，很有意思。气势汹汹，讨厌那样的歌，妈妈也不会喜欢的。你们真是的，不认真唱歌的话，妈妈就不出来了。我们小鸡总是微笑。气势汹汹，很有意思。我们小鸡总是微笑，气势汹汹，很有意思。我们小鸡总是微笑，气势汹汹，很有意思。什么也听不见，现在没办法了。天哪，怎么睡过去了？那么孩子们冲着门全身突进。哇，一二什么？对不起？哎，对呀，做晚饭来着。我看看，白糖两大勺，料酒一大勺，少许盐，胡椒也一点。忘了，
你们每天乱糟糟的都不收拾，哼！这样妈妈都不好意思了，看到你们收拾玩具，看来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，现在得准备晚餐了，今天打算挑战新的料理，你们会帮妈妈吧？好，小朋友们玩过玩具之后要整理干净哦，知道了吗？那再见了，咕咕猫。